个开玩笑的啦，怎么你们新加坡人全部这样子点的？你们马来西亚的女孩子不想要上班啊？我们班上会多了一位新学生。Hello， 我叫慧敏，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我这种腔是很特别的啊。特别咩？我是会用这种腔讲话不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Bottomers。Hello， 我是我的名字叫卢。我是美博。我是 Zaki。我是 Rachel。刚刚那个学口音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吗？就学口音。其实也不是说很陌生，就是因为亲戚朋友讲话都是这样的，他们的腔调很重啊，每次讲话都会有这种很像会拖一点点 啊，就比较就觉得他们其实讲话很亲切啦，这种腔还好，学也不会说很困难。有时候是学是可能容易过他，但是要改回来就有点难。改回来真的很难，就拍完戏的那两个礼拜内，我妈妈问我，你住马来西亚？啊，跟我们讲话不讲啊？突然间还在演戏啊？是这样哦。想改不回来，有点难改回来。你怎么样？突然想要写这样的题材？就刚才有讲，就是有时候驾车去看到无人车，有很多车这样，对，讲哎哇 GB 车啊 ，GB 摩托车这样，对，就回想到以前有些马来西亚学生朋友就跟我们讲了，上学的时候有时候四点多他们就搭车进来，对，放完学他们就来回去，就每次这 jam 来 jam 去，就觉得来哎哇蛮佩服的。只要是换成是我们讲哇很闲啊，这堵在那边就来哇很浪费时间那些，就很佩服他们。就从这边就慢慢创造出一个故事来，就觉得来可能有些马来西亚朋友来过来，他们也是有就讲来哎哇你们哪西的吗？哎呀假的啦，我们的是真的啦，就有这样的比较，但是也是蛮好玩蛮新鲜的，就把它全部就放在这个web series 里面。为什么你要骗我？你敢不要说爱？你要不要做我男朋友？你们等我一下 ，OK。Take one, yes. 我问你，你的静源的静哦，是安静的静是吗？因为很适合你的，又静又圆。是尊敬的敬。你们哎呀，更开玩笑的啦！怎么你们新加坡人全部这样子点的？那你们马来西亚的女孩子不是一样上班？什么是三八？我就是特别。看你的脸。OK， 很好，就是一个可以，导演是一个可以。OK， 可以，谢谢。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到 Channel 8 News.SG 观赏。